接下来的进度到哪里？就是没有在避孕。来这边喽，这边。还有。再看一下这边，有太太很喜欢喝茶，对，她常常就是买茶包回来泡这样子。老实说，我喜欢喝茶是因为我太太的关系，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喝咖啡的，然后就养成早上起来会喝茶的习惯。你就没办法喝咖啡，还是对，我最近因为刚结婚，所以咖啡还是少喝一点。有什么原因吗？为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能够闯？咖啡会杀什么之类的？你不要乱讲话。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说法。可是咖啡因在茶里面，茶里也是有，但是相对的绿茶来讲会比较更健康一些了。结婚，那你接下来的进度到哪里？就是没有在避孕，我们就是。也是希望能够顺其自然嘛，顺其自然。有结果吗？啊？有结果？有结果一定会跟你们讲。次数会很频繁吗？我就是每天都喝绿茶。